我说师傅，师傅，我饿了。就知道饿，说说你的理想是什么？理想？你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睡得好啊。你的理想能不能更高些？吃得更好，穿得更好，还有睡得更好。你呀，已经无药可救了，你走吧。走就走，谁想？喂，你真走啊？